跑酷界的新宠曼德拉草，它来了。作为跑酷新植物，曼德拉草肯定很能跑啦。嚯，这刹车水平肯定是专业的。这个带电的效果应该是使用了能量豆，光速闪过。另外，这个加速度冲击像使用了氮气一般，会不会对僵尸造成伤害呢？后边我们应该就知道了。它可以变成一团，就像是风滚草一样。那好玩了，咱们让曼德拉草和风滚草一起在各世界地图跑怎么样？神秘埃及。来到港湾，还原西部，未来世界，黑暗时代，巨浪沙滩，冰河世界，失落之城，摇滚年代，恐龙危机，摩登世界。